能看清吗？ 有点感觉，稍微有点感觉，现在一下，嗯。哇塞，好大一瓶。 那像拿刀老怼的一样，现在一根又一根的，三个刺儿呢。先把这边一块吃完了，这个。 嗯，这么大块儿吃，现在舒服的了哈，这么大个口子里面。 你这视频要吗？要的话，一会儿发给你。不要，必须要。看一次就行了。反正你自己回去学学，下次剪好剪。<笑>他这个资金，下次来你这剪，不像。资金没法操纵。啊，开玩笑，他这个自己剪不了。自己折腾回头再折腾。咱们剪的不好剪，他这种的话卷在下头。 这个要想彻底解决这个，你做甲型调整。嗯，可以，先修好，到时候过来弄。舒服的了哈，那这么大块指甲针。 那你被你剪的，你是用什么刀剪的？我看它像刀怼似的。不是刀，不是刀，这是用那种比较小的那种小剪刀。视频上看清楚啊，剪的这种痕迹。嗯，能看到。<笑>以后不能这么剪的。<笑> OK。叫自己刀。 深了，它这个肉甲把指甲都给包住了，完全给包围了。哇，这个扎在这个位置。
没皮你的。那头啊，你快皮脸了。